随着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专题被美国封杀，其军方和国安背景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关注。身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更指出，华为等十家中企巨头其实都是中共军企，其高管都同时具有三重身份，在军内和国安内部都有编号。郭文贵在去年底一次爆料中披露，中国的阿里巴巴、腾讯、华为、北方工业、中国兵器、保利集团、平安集团、振华石油、中兴通讯和同方威视等十大巨头其实都是中共军工企业，其中有九家都和江泽民家族有关系。他说，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些企业和中共军方的关系，西方社会则认为他们有国企背景或者与军方合作的背景，其实不然，他们本身就是秘密的中共军企。包括马云专题的大数据、微信都是军企。这次爆料同时还指出，孟晚舟和这十大军企业的所有高管和站在前台的人一样，都具有三个身份：第一，在军队中有编号，享受相应的军队行政级别待遇，在国家安全部同样有代号；第二，是中共金融界重点扶植和保护的对象；第三，在外交上也享受国家权力。孟晚舟出事后，中共外交部出面要人，就是明证。不过，相关爆料目前尚未获得第三方证实。事实上，华为的军方和国安背景早已引起美国政府关注。十年前，美国政府报告就指出，华为总裁任正非出身中共军官，首任董事长孙亚芳则来自中共国安系统。华为和军方合作非常密切。报告并引述华为前员工指，华为内部组织结构和中共国安部门非常相似。孟晚舟被抓后，美国司法部指其持有多本护照，港媒证实他还有美方没有掌握的护照。当时外界普遍怀疑孟晚舟具有中共特务身份，甚至在国安部拥有行政级别。Yeah.